金枝师姐，嗯呐，我把退休啊，熬个月开始哦，我要回家吃自己。不要不啊？不要。洪老师嘛支持你提早退休哦。系啊，伊为着我去澳洲看演员，搁会当哦，逐工左右做在哦，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竟然鼓励我提早退休呢？哟，不简单哦。系啊，我们刚刚就意外啊。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吗？爱你在心口难开。拜托，少年时阵也无咧讲这，你们吃了才咧讲番有诶无诶。金大夫啊，非常谢谢你这么快就帮我安排检查啊。曹医生，请坐。报告出来了，黑色素瘤目前扩散到肺。可以的话，就尽快帮我安排手术吧。目前不适合手术，只能做化疗。嗯，坐。有没有把你吓到了？爸爸不怕，小荣就不怕。爸爸不怕。我会陪着爸爸。你要吃豆花还是面包？吃三个豆花可以换一碗烧仙草。我是病人啊，应该五星血才对啊。病是这个样子啊，连看病患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爸爸，你忘了，你以前常说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？不过爸爸放心，就算爸爸是病患，我也会让爸爸成为全世界最帅的病患。